Japan this week. Oh, really? We went to Disneyland. Wow, that must be fun. 文冠国际影艺村举办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娱乐营，日前发表新歌，首先家长做位来欣赏小朋友影艺会剧的表演，以寓教于乐的方式，让囡仔更加亲近，更加欢喜来学影艺。英文在整个国际语言里面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了解英文或者会讲英文，基本上在全世界在很多互动上就可以超越很多语言上的限制。那所以整个强化英文的教育，我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现在小朋友实际上英文能力都比我们过去强。那他们从小时候从幼稚园就开始学习英文，我们希望英文真的可以变成所谓的台湾的第二语言，而且每个人都朗朗上口。那我想这才是台湾整个未来的发展跟国力绝对有非常大的帮助。从原本平地的嘉义来到高山啊、竹崎啊这边附近啊，然后呢又做一些跟外师有多一点的互动啊，在学校就是比较少有跟外师有互动之类的。王章良讲，文冠国际影艺村已经第五档了，来这透过和外国老师的互动，让影艺唔但是当作科学的项目，而且能把影艺带入生活当中，让囡仔唔免出国。每当体验着游侠的感觉，提升下一代国际竞争力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